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Homage to the Sea Vast Lotus Pool Assembly of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The unsurpassed, profound, and wonderful Dharma is difficult to encounter in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aeons. I now see and hear it, receive and uphold it, and I vow to fathom the Tathagata's true meaning. 正身端坐，当愿众生坐菩提座，心无所着。When sitting upright and proper,I vow that living beings will sit on the Bodhi seat and be without any attachments in their minds. 结跏趺坐，当愿众生善根坚固，得不动地。When sitting in the full lotus posture, I vow that living beings will have solid good roots and attain the ground of unmoving.听讲经时，当愿众生顺佛所说，总持不忘。When I listen to the sutra lecture, I vow that living beings will cope with what the Buddha says, and unite with and uphold it without forgetting any. 诸佛菩萨、师父、上人、各位莲友，今天晚上我们会继续研究《佛说无量寿经》。那现在一开始先读经，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是第十九愿临终接引，请合掌。现在恭读经文：设我得佛，十方众生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自心发愿，欲生我国，临寿终时，假令不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者，不取正觉。If when I attain Buddhahood, living beings of the ten directions who bring forth the body mind, cultivate various meritorious virtues, single-mindedly make vows, and wish for rebirth in my land, should not upon death have me appear before them, surrounded by a great assembly, may I not attain proper enlightenment?第十九愿呢，是专门来摄取所有十方大修行者的众生，他们已经是有功夫了，他们是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这就是一种大修行哈。所以法藏比丘他所度的众生是三根普被，上根、中根、下根的众生，他都欢迎他们去极乐世界成佛。那我们看这个第十九愿是这样子的，他说设我得佛，就是假设我得成佛果，十方众生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假如他已经有功夫了，他已经呢学佛很久，已经修了很久，所以他已经可以发菩提心，他的生活呢，就是天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修诸功德，这样子的大修行人不会再造罪业了，他所做他的身口意三业都是功德，都是清净，因为他已经发菩提心，这样子的人呢，他们甚至于是等觉菩萨，也是属于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者，或者是十地的菩萨也是在发菩提心修诸功德，他们的心是菩提心，他们做的事是功德。那这样子的大菩萨或者是大法师都好，他们呢，如果是属于菩萨的程度哦，他们就已经有神通妙用，也可以到十方世界蛮远的地方去亲近诸佛跟修行。但是呢，这样子的菩萨呢，如果他愿意，觉得说我靠我自己的菩萨恨哈、哦。
我的自己的能力要去成佛，好像还是不是那么简单。听说有一个世界很特别，就是极乐世界啊，有阿弥陀佛的大愿力，他发了四十八大愿，包他里面的四十八大愿，还有帮助大菩萨们很快能够呢，圆满菩萨恨，很快可以呢修供养，也修得很有效率，听经闻法修行呢都可以很快开悟，然后很快开智慧，很快呢能够呢得三昧啊，有这么多的好处。所以这些大菩萨们，当然如果他身心柔软，他很愿意说，那我也要去那边参学，我也愿意呢升到极乐世界去成佛。那他们只要，因为他们本身都已经天在修功德，可是修来修去，你们要知道哦，修菩萨恨不是一生一世可以圆满，布施波罗蜜也不是一生可以修圆满，生生不退，一直在修布施，一直在持戒，一直在忍辱，一直在精进，一直在修禅定，要修了不知道几个大劫哦，才可能圆满的哦。那所以他们修来修去也都还没有完全圆满，那他知道有这么一个殊胜的地方，可以帮助自己很快圆满佛恨哦。尤其他们又学了华严经，学了华严经又学到最后一品是普贤菩萨的开示。普贤菩萨呢就劝这个善财童子，因为善财童子最后参的就是普贤菩萨，当他参到普贤菩萨的时候，善财童子已经是一个等觉的菩萨了。他从初发菩提心跟善知识修学，就呢一路一路一直破无明，四十二品无明全部破，破的剩一品罢了。这时候他就是等觉菩萨了，快要成佛，他就最后还是觉得还不圆满，我还是要继续找老师。那文殊菩萨呢，当然就介绍他去找谁呢？普贤菩萨，他是专门教授所有十方大菩萨成佛的一个佛的长子。那所以呢，普贤菩萨就跟所有的这些华严海会的大菩萨们，大菩萨最高的菩萨就叫等觉菩萨。那在华严法会里面，你们都学了华严经应该知道，华严法会里面的菩萨哦，是法身大士。如果可以被叫做法身大士的话，必须你已经开始破无明了。而我们有四十二品无明要破，只要你一开始破了第一品无明，你就变成是初住的菩萨。初住的菩萨呢，已经是属于法身大士了，只是他的功德智慧福报还没有比他高的那些菩萨位的菩萨还来得大啦，他比较少，不过也很了不起。因为如果你能够破一品无明，你变初住菩萨的时候，你就已经可以呢现很多神通了，已经可以把你的法身显出来一分，破无明一分就显一分法身，就可以有能力现三身，可以现法身、报身、化身啊，法身证得一分的时候就可以现佛身哦。初住菩萨可以现佛身，你们知道吗？何况是十地菩萨、等觉菩萨，因为他们已经证到法身的一部分了，就可以把报身、化身呢现出来，所以已经可以化很多身体去度众生。所以在华严法会里面，这么多大菩萨、大修行人，他们讲经说法，他们的能力是很强的，可以有一坐席几千万人在听，然后几千万人同时同一个时间问几千万个问题，他全部可以听得懂，分别清清楚楚你们在问什么，然后呢就一口气就可以回答所有人的问题，也是一下子就全部解答全部人的问题，你们明白吗？这个就是所谓的菩萨啊，能力，如果他们的菩萨位越高的话，他的能力就越高。那像这些大菩萨们在华严法会里面听华严经，听到最后的普贤恒愿品的时候，普贤菩萨就说，你们要得到如来的功德，你们一定要呢发十大愿，对吗？十大愿大家要重复一下，第一是什么？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
久者恒顺众生，死者普皆回向。啊，这些已经有很有大能力的菩萨们，还是要继续修十大愿，天天他们还是没有停止的在礼敬诸佛，在称赞如来，每天都在供养诸佛，都在忏悔业障。做了大菩萨还在忏悔业障，所以我们要不要忏悔？我们也要一直忏悔呀、啊，我们的罪业更重啊，哈。然后还要呢，天天还要随喜功德。很多菩萨都一直在修功德，看到别人有一点一丝一毫的功德，你都要随喜功德，不可以妒忌障碍哈。然后还要修什么呢？请转法轮哈，请大善知识或者诸佛菩萨转法轮，然后请佛注视教化众生，不要入涅槃。然后还要呢，常随佛学，一直要跟着佛来学。然后还要呢，恒顺众生，随顺众生的根性来教化他。然后还要呢，把所修的功德回向法界，回向菩提，回向众生。这个就是大菩萨们天天在做的事情。那后来普贤菩萨说，你们修了这个十大愿，这个愿力就会支持你们，永远你去到哪里，愿力跟到哪里去。因为你有愿力嘛，你去到世界上哪一个角落，或者你已经有办法升到十方世界哪一个地球或者哪一个世界去，你都是这个愿力带你去。这个愿力呢，不是业力拉你去轮回了，这是愿力呢让你去那个世界视线在做人啊，还是什么，然后去度那边的众生，是愿力推他去。所以他说，你的十大愿如果修得很坚定的时候呢，这个愿力推动你到所有地方去。但是在这边呢，普贤恒愿品他说呢，你以十大愿呢，你就修，因为你在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嘛，修十大愿，然后你只要怎么样，自心发愿，你只要诚心发愿说我要去极乐世界的话，那么这种大修行人哈，临命终时，这个十大愿的力量，包括你求往生的力量，发愿要去极乐世界的力量，就会拉你去哪里，一刹那请就往生到哪里去，极乐世界哈。你们可以看普贤恒愿品，普贤菩萨说，修这个普贤恒愿的人，他如果自心发愿要去极乐世界，临命终时是这样的哈。我们来读一下经文。又复世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逝。Further, when a person is on the verge of death, at the last instant of life, when all his faculties scatter and he departs from his relatives, when all his power and status are lost and nothing survives,辅相大臣功成内外，相马车乘珍宝服帐，如是一切无复相随，唯此愿王不相舍离。 When his prime minister, great officers, his inner court and outer cities, his elephants, horses, carts and treasuries of precious jewel can no longer accompany him, this king of vows alone will stay with him. 啊，就是修十大愿的人，他临命终时，这个愿力会还是跟着他，可是身边的那些有缘的众生会离开他，他的财产，他的大臣啊，那这个修十大愿的人可能是一位转轮王啊，或者一位大国王啊，他有很多的宰相啊，有一个宰相，有很多大臣跟着他，这些他的属下呢，全部都要离开他，家人也要离开他，因为他要死了嘛，对不对？这时候呢，所有身边的人都要离开你，你的钱财、财产啊、房子，全部都会离开你，不会跟着你走的。只有什么会跟着你走呢？愿王哈、哦，普贤愿王。如果你们没有发愿，没有修这些十大愿，你走的时候什么跟着走？业所造的业跟着你走，然后那个业力就推你去看哪一道轮回咯，明白吗？如果有愿呢，愿就带领你去继续行菩萨道。清楚哈，好，继续。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At all times they will guide him forward, and in a single instant he will be reborn in the land of ultimate bliss. 修十大愿的人，首先你要了解，真正普贤菩萨讲的这个呢，他是真正的修十大愿，念念在修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 practice only， 我们还不是真正已经修得很圆满那种，念念都保持十大愿的念头，我们有时候还有贪嗔痴念头，对吗？所以我们还不够力量，我们的愿力还不够强。如果是像普贤菩萨所讲的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一点都不会怕累啊，累了休息一下又继续努力啊，反正肉体也是要睡觉的嘛，也是要吃饭。那菩萨视线有肉体的时候，他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可是他虽然吃饭睡觉了，他的心还是在发菩提心啊，他不会像我们的就一直 enjoy 那个味道了哦，是吧？那菩萨不是，他也是吃好东西的时候，他也是在想哦，若得美味，当愿众生哦，就什么呢？满足其愿，心无限欲，他还是在发这些愿，还是在修十大愿哦，还是在普皆回向，吃饭也在回向给众生。所以像这样子的大修行人哦，他念念都在修行，睡觉也在修行，没睡之前发愿。在梦中他有时还有办法念佛，对吗？还有办法在讲经说法，有在这样子修，醒来的时候也继续发愿哦，一天到晚都是发菩提愿哦，做佛事。那这样子的菩萨哦，他临终的时候什么都舍，只有愿王会拉着他引导他往前走，在一刹那哦，一刹那就很短的时间，就立刻就到了哪里去？极乐世界。然后呢继续道已，即见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Arriving there, he would see Amitabha Buddha, Manjushri Bodhisattva, Universal Worthy Bodhisattva, the Bodhisattva who contemplates at ease, Maitreya Bodhisattva and others. 修普贤十大愿的人，就是已经发菩提心，修诸功德，他。在这里他讲他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去，还没有讲说谁带他去，有没有？但是呢绝对是有的，因为在我们刚才所看的佛说无量寿经，法藏比丘当时发愿，他已经讲了哦，你们是发菩提心修诸功德，修十大愿就是修诸功德嘛，哦，你们是这样子的大修行人，然后又自心发愿要来到我的世界，临终我会引导你们，愿刚才那边想愿力引导你，有没有？然后你就到极乐，就是因为你有自心发愿，感召到阿弥陀佛的第十九愿来接引，还是有阿弥陀佛带，可是不是一位，不是阿弥陀佛一位，有时候有一千个化佛也不一定。那我们看这里，就是说自心，大家从这边读起，自心发愿欲生我国。临寿终时，假令不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不取正觉。哈，法藏比丘他发第十九愿，就是要来招收所有大菩萨、大修行人去极乐世界。他说，他们发了菩提心，修诸功德，只要自心发愿，欲生我国，一心发愿，我修了那么多功德了，我要把这些所修的功德，我要发愿以后。我走了，我要去哪里 ？Next destination 就是要去极乐世界。我有很强大的欲望哈，要升到极乐世界去。这样只要一发愿就可以去了。菩萨很简单，因为他们的行为很清净，跟极乐的菩萨一模一样。就像如果你是你妈妈的女儿，你要回家容易吗？你愿意回就可以回了。虽然你在外面流浪几十年。你说妈我要回去，你妈妈一定说随时回来，欢迎你回来，随时可以。所以菩萨也是这样，他要回去极乐世界，只要愿意回立刻就可以，而且有佛菩萨来带领的。所以他说临寿终时，我一定会跟大众来接他。他说假如呢这个大修行人想一心发愿要来到我的世界，我临终，他临终的时候，我不让很多大众，就是我的伴，佛是主，他是主人，极乐世界的主人跟他的同伴，极乐世界的主就是阿弥陀佛，伴呢就是谁 companion， the whole is Amitabha Buddha， the companions are all the Bodhisattva Mahasattvas， the cultivators in the Pure Land， 极乐世界的所有修行人都是阿弥陀佛的伴侣，主跟伴，就是伴就是大众，很多大菩萨们亲近大众菩萨都会围绕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他，而且有时候还包括
那些衣报也跟着来哦，楼阁也跟着来，还有床啊、幡啊、宝盖啊，哈，还有那些光啊，也是一种衣报嘛，哈。然后还有那个音乐也来了啊，音乐花啦，这一切一切祥瑞都会出现，然后来接引这个大修行人去到极乐世界。好，所以你希望你临终是这样子的话，你就是现在修行，你就要开始学什么呢？发菩提心，修诸功德。那么发菩提心怎么发？我们就来研究发菩提心的深浅。在《大乘起信论》里面有讲解有关发菩提心。这部论是谁造的呢？马明菩萨。You know, this great vehicles, Arising of the Faith Shastras is written by 马明菩萨。马明菩萨是有他的梵文的。我现在呢没有办法跟你们讲，等我找到我才告诉你们。这位菩萨很特别哦，他一出世的时候哦，有好像有500只还是多少只马都鸣叫起来，所以后来人家叫他马明菩萨。他以前好像是当过马王还是什么的，哦，这个因缘呢，我要讲的准确，我要把资料找出来，我没有背好哈。总之，这不是一个普通人，是大菩萨来造。他是在佛陀入涅槃之后出现一世的一位大菩萨。佛陀住世的时候，他已经有受记，说将来会有一位菩萨出现一世，会来教化很多众生。所以马明菩萨已经是在佛陀时代，已经是佛有讲过他将来会来的。所以当他来的时候，就是马就大家就喊起来叫起来哦，啊，大菩萨来咯，他以前做过我们的王啊什么什么的。那马明菩萨呢，他造了大乘起信论，很出名的这一部论。这部论呢，就是教你怎么样对大乘起信心。所以我们现在是学大乘法的人，我们对大乘法信心不足，就会修一修，就觉得度人很难，还是不要管自己，不要管别人，不要教化别人，很难教，你会退菩提心。然后你修布施也说，哇，很难搞啊，这些人不要布施了，啊，就我自己好了，啊，很辛苦。所以修菩萨倒不容易的，修大乘法就是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修般若。众生怎么样子对你不好，你也要有定力，不要生气，对吗？啊，也不要呢，就众生对你好，你就执着他，也不可以。你总之还是要保持一种智慧来去观察，不要落入执着，要有定力，要有忍辱的功夫，要有心理清净，不起贪嗔痴的功夫，这就是修大乘。可是修大乘呢，我们人如果没有发菩提心，修大乘的时候有了，发了菩提心才会修大乘。可是菩提心不够坚固，考验一来的时候呢，布施、持戒、忍辱、清净、禅定全部丢到完，不要了。好，就修自己就好，不想再去帮助众生。所以他就会教我们怎么样呢，对大乘起一种很坚固的信心来，一定要修到底，修到成佛为止。所以大乘起信论是一部很重要的论。在这一部论里面也有介绍说，如果你们怕你信心不坚固，在这里呢很危险，因为娑婆世界今生可能我可以保住我不退，可是我来世在出世的时候哦，我们以后呢，地球会越来越难住，对吗？考验越来越大，以后的人呢，越来越凶恶，对不对？以后的人善根越来越薄弱，以后呢，我有讲过嘛，连水都不够用了了，喝的水都有毒了。现在我们已经尽量在过滤，尽量在净化那个水，不然我们喝直接的自来水，一定是很快就没命了，得很多病，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的福报已经很少了。那如果我们说我愿意在娑婆世界行菩萨道，好，来世你又再来的时候呢，你的色身呢也没有比今世来得好了，因为离开释迦佛越远的人福报越来越少。释迦佛已经讲过，因为呢也不是说为什么会这样，有原因的啦，因为我们现在是娑婆世界的住劫的九劫半，就是这个娑婆世界的寿命哦，能够住人的时候是有20小劫。现在的这个娑婆的寿命是九劫，已经过了九劫，已经进入第十劫了哈。第十劫的简劫，
简洁的时候呢是越来越差，人的寿命越来越短，人的高度呢越来越矮，然后他的福报越来越少，然后脾气啊、贪嗔痴啊、习气毛病越来越重，一定是这样才会短命嘛，才会越来越短命，福报越来越少。所以你们一定要很清楚，这是事实，跑不掉。我们不要讲说，想到来世，我们就看现在，40年前的小孩跟40年后今天的小孩有没有一样呢？完全不一样，对吗？现在的小孩太成熟了，我有跟你们讲过吗？3年级就懂得谈情说爱了啦，很恐怖。然后呢，现在呢，好像今天有佛学班老师又告诉我，他在这边教了几年下来哦，他今年教的那一班，他就觉得说，现在小孩越来越程度越来越差，跟几年的又不同，几年前的又不同。现在他教的，他觉得他们真的差到哦，很懒散。连自己将来长大了想要做什么也没有那种志向，一点志向，每天就是这样，不知道好像茫茫然茫无目标这样过日子。连说你看，如果小孩还说以后我要做 doctor， 以后我要做 architect， 我要做工程师什么，那个还有一个志向，还会说我要努力读书，以后我可以长大成人可以做什么。现在他教的那一批根本呢，多数都连这个志向都没有，你还要能够教他什么？你明白吗？很难很难去教，所以程度已经是越来越那个差的了啊！但是不是每个都会这样，就是多数这样，好的少了啦，明白吗？就是这样。那所以呢，我们不要讲到说10年后的啦，或者20年后的，乃至于50年后的了，会越来越惨，普遍上的福报越来越低了。所以呢，因此，在娑婆世界要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行菩萨道，而且这个工作是生生世世都要做的，一直到成佛才停止的，甚至成了佛还要继续行菩萨道哦。佛成了佛还是继续做法布施，对不对？教化众生师，乃至道场不舍故，乃至成佛做道场还是不舍弃教化众生这个工作。所以因此呢，你要让你能够呢生生不退的行菩萨道的话，修诸功德发菩提心，在娑婆实在难。因此马明菩萨呢，他在大乘起信论有介绍说，有一个特异方便啊，因为他说在娑婆修道有难行道跟易行道，如果你要选择难行道，就是在娑婆世界修比较难，就像现在的情况就越来越难修，来世就更难，再来世又更难，来世修完了还要再来修嘛，对不对？越来越难。那时候呢的众生呢，我告诉你，到了佛法真的要完全灭亡的那个时候，很惨的。那时候的出家人呢，在经典里面都已经有 predict 了了啦，多数都不持戒律了了。然后呢，会持戒律呢，就是说，譬如有100个出家人哈，有99个不持戒，只有一个持戒。那时候呢，那99个人会欺负这个唯一持戒的，怎么样欺负呢？他们因为力量大嘛，99个人欺负一个人很容易嘛，他们就去告到那个皇帝啊，政府那边去造谣言，说这个持戒者是走火入魔了，有问题，发神经，他不可以做出家人，应该把他赶走，什么什么，就这样子把那个真正有修行的赶走。那时候只全部都是没有修行的了的咯，全部都是破戒的出家人了咯。那这样你说佛教会灭，就是这样子灭啦。佛教灭是狮子身中虫，还食狮子肉，是我们自己佛教里面的修行人呢不守戒律，在佛教里面呢，穿佛的衣服，吃佛的饭，但是在饭锅上大小便，所做的都是魔王的行为，这样佛教就会灭亡。所以你是一个发菩提心修诸功德的人，你愿意在娑婆世界行菩萨道，我先跟你讲，总有一天，然后你愿意做出家人的话，以出家身份来在娑婆世界行菩萨道，在地球上行菩萨道，一直一生两生三生修下去，生可能修到第10生吧，或者是第20生吧，那时候你就是那个被欺负的那个了，不晓得那时候你的定力有没有办法撑得住，还是你那时候也就退菩提心了，然后又再继续轮回，明白没有？所以因为他说，所以马明菩萨说，如果你觉得你在这边你没有把握，
因为生生世世要行菩萨道，你没有把握将来你行菩萨道会不会被境界考验到退失菩提心的话，他说有一个易行道，就是你要念南无阿弥陀佛求生到极乐世界去，那去那边你就绝对不会退菩萨恨，因为那边一去到那里就证到什么三不退。什么是三不退？畏不退，恨不退，跟念不退。就是假如你现在是已经证到某一个菩萨位了，你去到极乐世界你就绝对不会再退下来了，一直会进步，然后你的修行法门也是生生不退。修行的恨门，譬如我们讲药王菩萨，你们知道药王菩萨是燃身供佛，对不对？在《法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第23，他有一次是燃身供佛，燃身供佛之后呢，第二次他又在燃背供佛，有没有？他有两次，其实不是只有两次，他生生世世都是在燃身供佛，修了很多次了，这个是属于他的恨门。那么呢，就是因为他生生不退嘛，所以他现在叫做药王菩萨啦。那如果我们是不管你修什么恨门，你是修专门喜欢燃香供佛的，还是喜欢修哪一个恨门，你在这边你会退。好像你专门修礼敬诸佛，每天喜欢拜佛，可能你拜拜拜拜到以后忙起来你就不拜了，或者以后老了不动了也不拜哦，然后来世又忘记继续拜哦，也有可能这样啊。所以这个恨门很容易退，可是到了极乐绝对是恨不退。然后再更困难的就是念头上都不退，能够保持这个念头一致是属于呢念自性，不是念十二相的，不是去分别十二相，分别是非好坏，而是一直想到众生的自性，然后保持呢清净的念头，佛法生的念头，而不是那种是是非非啊，好善恶好坏的念头，不是那种贪嗔痴的念头啊。这个是念头上能够保持住，念念每一个念头都是流入沙婆若海，就是你的念头一定是可以带领你进入如来国海，可以让你一定是成佛，每一个念头都是让你成佛的念头，这个叫念不退。所以念不退容易吗？更难了，对不对？可是呢，因为到了极乐世界绝对可以保持三不退，因此马明菩萨当然他就会介绍说，如果你怕你在这边位也会退，因为你还不定嘛，对吗？你还没有位啦，所以都不用讲位不退，你的修行也更不用讲是恨不退，念头上更不用说，所以你怕你会退，你一定要去哪里啊，介绍你去极乐世界，去那边可以三不退，永远不退转，这是马明菩萨的教导。所以马明菩萨也是推崇说要行大乘起信论里面，他说你要对大乘呢要有信心，而且你觉得在这边很困难修大乘，有一个易行道，你可以以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可以保持你的大乘修行不退，而能够决定成佛。所以有两个方法。好，我们现在看他解释发菩提心有三种，大家读。略说发心有三种，云何为三？一者性成就发心，二者解恨发心，三者正发心。你们可以再读一遍。So briefly, the Ma Ming Bodhisattva says.Briefly, I want to talk about the bringing forth the Bodhi resolve.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the bringing forth the Bodhi resolve. First, accomplish the faith, then you bring forth the Bodhi resolve. Second, bringing forth the resolve by having practice and understanding. Third, bringing forth the resolve by having certification. 第一种发心就是你信心成就了，你会发菩提心。你对大乘的信心成就了，你一定发菩提心。第二种是你的修行跟你的了解两个的力量推动你发菩提心，是越来越难的咯。第三是你证果了，你有所证悟，当然你会发菩提心。所以有三种发菩提心，我们这一次要研究的是第一种。第一种都不容易了，性成就也不容易哦。The first one, bring you forth the resolve by accomplish the faith.
This is not simple already. Cultivate for many, many kalpas. Only then you can accomplish your faith. 你要信成就，不是一生就可以信成就，一定是久修，修了很多劫。我们可以看这边有讲解，继续。信成就发心者，依何等人，修何等恨，得信成就，堪能发心。OK， 我要讲一点英文哦。Bringing forth the resolve by accomplishing the faith. How to have these kinds of resolve? Rely on what kinds of people, cultivate what kinds of practice so that your faith accomplished and then you will be able to bring forth the resolve. 他就是说信成就发心是怎么修来的，我们应该要依靠哪一些人来帮助你信心成就，然后我们又要修哪一种恨门可以帮助自己信心成就。当我们信心成就，我们就能够发菩提心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哈。所谓大家看，一开始是因为一不定聚众生有熏习善根力故，信业果报能起十善，厌生死苦，欲求无上菩提，得持诸佛亲诚供养，修行信心，经一万劫信心成就故，诸佛菩萨教令发心。第一种信心成就而发心的人是哪一种人呢？他们以前初初的时候，他们遇到善知识，而那个善知识不是佛也不是菩萨，他是一个可能出家人啊，他已经呢出家了，懂大乘法了哈，但是这个出家人还没有断贪嗔痴，所以呢他还没有证果，他不是菩萨也不是佛，他是一位懂得正法的人哈，明白大乘的道理，也在持戒，可是贪嗔痴还没断，这样子的人叫不定聚的众生，明白吗？Having bringing for the resolve by accomplishing the faith is first rely on a person who is unfixed nature living beings. You encounter a good knowing advisor who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unfixed nature living beings. That means this cultivator is a good knowing advisor. He knows the proper dharma. He knows the great vehicle teachings. He is cultivating, but he has not yet cut off his affliction, greed, hatred, stupidity. This kind of cultivator is not a bodhisattva. He does not certify to any fruition yet, but he has the proper view and knowledge. So he teach you dharma. You encounter this kind of good advisor, 然后在他的身边一直熏修，天天跟着他听经闻法，然后呢一起共修哈，一起学佛修行，然后呢熏习这个善根。因为一直在听经闻法，又念经拜忏啊，念佛啊，修这些就是在修善根啊，熏学习善种善根。因为你有这个善根的，因为跟着善知识修嘛，好像我们就会可以呢增长善根，对不对？善根就越来越强，善根越来越强呢，你就会有一种信心出来了。对什么有信心呢？因果，相信因果，所以叫信业果报。So, the good known advisors who belong to the 不定聚 unfixed nature, he teach you dharmas, he cultivate with you. So, you are going to grow your good roots. And after some time, you're going to have faith in believing the cause and effect, karma and retribution. 你就开始相信造业会有果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相信了。那当然你说那很恐怖，如果我造恶我要受恶报，我会很苦将来，如果我修善我会得到善报，我将来会很快乐。那当然你就会什么起十善，就开始会修十善的。 Since you already believe cause and effect and retribution and karma, you know if you plant the evil karma, you are going to reap the evil retribution, you are going to suffer. So you of course you are going to choose to create wholesomeness. So that's why you're going to practice 10 good deeds. 你就会开始修十善，你就知道要受五戒了，对吗？就像你们现在皈依了，就开始怎么样受五戒，
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然后还要进一步修十善，十善还要加口方面要怎么样，以后要守口如瓶，不要信口开河讲是讲非，不要两舌，不要恶口骂人咒人或者批评人，然后还不要怎么样绮语，讲那些呢令人家呢不清净的话，令人家心里有贪嗔痴，令人家有欲念哦，强烈的欲念的话都是绮语。然后再来是什么妄语，打妄语骗人家啊，已经吃饱饭说我还没有吃饱，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拿，你说不是，是别人拿的，你就打妄语，这个就是十二啊，是属于妄语。那么你现在呢已经相信因果报应咯啊，我现在啊有小孩在，我要讲这个道理的。什么叫恶口啊？你们不要看不起比你低的人，你不要看到那个人比你差你就讲哈，我是吃素的，你们吃肉的，你们都是呢有罪，以后你会堕落。你们小孩呢，吃素的小孩去到外面读书，不要这样子去讲你的同学，你这个呢讲人家有罪，人家真的是吃肉有恶报没有错，你也不要这样子讲他，你这样子讲他就是恶口，对方听了一定很讨厌你，明白吗？你就马上招来那个恶报，因为你恶口就有恶报，人家都远离你，不喜欢你，明白没有啊？然后还有包括呢，当你一直讲人家哎呀你都吃肉，你吃肉不好哦，你以为你很了不起你不吃肉哦，你现在怪人家吃肉啊啊，以后呢因果就跑到你身上，等到你不知道长大几岁的，你就会大吃特吃，你就会很会吃肉了。那你那时候大吃特吃，你明知故犯了，知道吃肉不好，小时候说吃肉不好，长大时候呢大吃特吃，明知故犯，罪加三等，你的恶报更恐怖，比那些不懂的人造恶还更重。所以要相信因果，你希望你呢不要再造恶，就不要念人家的恶，你念人家的恶，他的恶恨熏到你的脑子里面，以后他成熟了，你也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就喜欢去吃肉了，很奇怪的哦。所以我们不要念恶事，我们要念善的，不要去注意人家的shortcoming， 不要去注意人家的恶，你注意太多呢都会跑到你身上，有因果的。取笑人家也是属于恶口类啊，也是不好，这样子呢令到对方听了非常难过，伤心，伤心到呢可能都要死掉，哇，那你的罪更重，知道吗？我们学佛的人呢一定要想到说，我们不要给人家伤人家的心，让人家伤心到甚至想要去自杀，你更糟糕。我们要让众生快乐，不要让人家起烦恼，所以看到众生呢有这个 problem， 应该要想哦，他的很可怜，他一定是过去是怎么样种了不好的因，所以现在有这样苦的果报，我应该要学观世音菩萨慈悲他，慈悲说啊，他很可怜，我应该更要照顾这个人，要对这个人更加慈悲，比关心别人更关心他。如果你能够这样，你就是菩萨，你以后一定很多人会关心你，对你很好，明白没有啊？然后你要你快乐，你要对人家很好，尤其比你差的人，你不可以欺善怕恶啊！你不要因为那个人有势力，你就好对他很好，那个人可以欺负的，你就欺负他，不可以，这样以后你会很苦很苦。OK， 好，现在呢，我不要再讲这个了，继续讲。因为你能够起十善，所以你就慢慢也就善根又继续增长，你开始觉得修十善也不是能够了生死，我要更进一步求出离生死的轮回之苦。修十善是 basic， 一定要修十善，可是进一步你想我要跳出轮回，我厌离生死的苦，我要求的，我最大的欲望我就是要求，不是求财，不是求漂亮，也不是求健康，我要求什么？无上菩提，我要成佛，我要求佛果，我想要成佛。所以其实我们修道也是在求啊，求什么？无上菩提。 So no need to translate this part easy to understand 那因为你求无上菩提，你求说我要成佛，那你当然就是既然要成佛一定要修什么菩萨道，对吗？你就开始呢会
越来越会修了，你越来越懂得持戒，持得很清净，修善也修得很清净，没有越修越功高我慢，也不会越修呢越看不起别人，越修越不能够接受人家的劝谏，不是那样的。你就是越来越了，为了成佛，你一直要 upgrade 你自己，让你的身口意越来越像佛菩萨那么好。因此有众生呢怎么样对待你，你都觉得这些众生都是属于来帮助我让我更好的，你会这样 positive thinking。 像这样子的人呢，为了求无上菩提，当然他也会修很多法门嘛，他也会诵经啊、诵咒啊等等的。那这样子的人呢，一定会将来有机会一直会遇到很多尊佛。开始他是跟不定居的众生修，可是在不定居的众生那边修到让自己发了菩提心，想要成佛，这样子的话他 next life in the future 一缘成熟，他就可以遇到很多佛，那时候就真的能够亲自来成事供养修行，就是能够亲近佛， serve the Buddhas, make offering to the Buddhas personally and cultivate his faith,那时候就真正向佛修你的信心。所以先修行是先修实性，就是信心的法门。那这样呢，跟着佛修实性的法门，修信心的法门，修多久呢？要经过多少劫？一万劫才能够让你的信心完全成就。当你呢经过一万劫的修行，跟佛一起修，向佛修学，跟佛学供养佛、亲近佛，学了一万劫之后呢，信心一成就了，那一尊佛或者那个善知识菩萨一定会教你发大菩提心。所以这是第一种的什么？大家读信成就发心，信心成就而发了菩提心的人。那信心成就而发了菩提心的人，第一类就是怎么样？刚才讲他是谁教他真正发菩提心的呢？诸佛菩萨，是因为呢他经过亲近诸佛多久，一万劫之后信心成就了而发菩提心。可是第一位善知识教他，初出的善知识是不是佛菩萨，是一位正知正见的一位修行人、出家人啊等等的，清楚吗？所以不容易哦，不简单哦，一万大劫的跟佛一起修，在佛身边修了一万劫才会信心成就。怪不得现在的人学佛是学佛，他很难找到那种一遇到佛法马上我要出家，然后我就要怎么样，有的也有这种，那一种第一天来佛道场就马上要出家，这个就是一种信心有没有成就我不知道，不过信心已经很深很深了，过去是修了很多劫，或者也是跟了很多佛修了，所以他呢今生因缘成熟遇到佛法了，立刻我要行菩萨道，我要出家，明白没有？这个就是信心不同的关系。所以有些人信心不够的人呢，修了一辈子还是不敢出家，对吗？可能年纪轻轻就学佛，可是都是不敢出家，没有信心，信心不够。那不能怪，不能怪你，因为你过去世的底子不够，你亲近诸佛的时间可能才亲近到一尊两尊几尊不够多，然后呢也没有跟佛一起在佛身边修了一万劫或者一百劫一千劫不够长，所以你信心也不够，清楚吗？所以上人才讲说莫道出家容易得，皆因累劫种菩提，不是要出家就可以出家，我们都是过去是种了很多菩提因，就是善根，我们曾经发过愿要成佛，所以我们出家也是过去是修了很多次，所以才会说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即使是读书读不多都会想要出家。所以你们要了解到呢，真的不管那个出家人你觉得他有程度没程度，有修行没修行都好，他今天能够呢圆顶出家，他就是久修的人了，不然他不会出家。那么他为什么今世看起来修不好呢？那是他的一些因果的关系，他往昔呢虽然是种了菩提也在修，可是有时候善恶夹杂，不小心错了因果还是怎么样，所以今世变成非常的愚痴，不会讲经，然后呢讲话的那个不清楚也有可能，或者是怎么样都好啦，总是这个是他个人的因因果果，你不要因为他的一些缺陷来看不起这个出家人，那你就糟糕，
你有看清出家人的罪了哦，对不对？啊，你一定要想，只要凡是能够剃度出家的人，都是累劫种菩提，已经信心很强烈了，才会这样愿意出家。好，现在我们来看，还有什么方法来发心的？大家读这一行，或以大悲故能自发心。啊，就是说，因为呢，经过一万劫的信心成就了时候哈，你会开始发菩提心，因为信心成就，而且信心成就是经过多久的修行，在你成事供养修行信心修了一万劫才会开始发菩提心。第一种是诸佛菩萨教你发菩提心，第二种是你自己有大悲心，因为你对大乘法有信心了，一百八千的信心，那时候呢，你有无尽的大悲心，你会想到说众生很苦，我一定要去度众生，你就自然想要度众生哈，啊，你就发菩提心哦，不是佛菩萨教你的，是你自己。而你为什么会发菩提心？因为你已经一万劫的信心成就了，清楚吗？还有一万劫信心成就的时候，你为什么会发菩提心？或许不是佛菩萨教你，也不是你自己有大悲心，而是你有另外一种心。大家都或因正法欲灭，以护法因缘能自发心。请你们再读两遍。有一种呢，发菩提心的人呢，他已经过去一万劫在佛那边修了信心法门，修到成就了，他就看到啊，我这时候刚好是遇到正法了，要灭的时候了。那知道佛，因为他对大乘已经信心成就了吗？已经相信呢，佛法这么好，怎么可以灭呢？我不忍佛法灭，正法灭，我一定要护法，令正法久住一世，所以我要发菩提心，我要转法轮，我要呢护持正法，用各种方法护持正法，让它不灭啊！我要修诸功德发菩提心哦，来让正法灭，我要行头陀恨哦。可能这个菩萨，信心成就的人，他一定明白十二头陀恨能够令正法久住一世嘛，所以他就出家咯，他就吃一餐咯，然后呢，他又夜不倒单啊，然后他又过午不饮浆啊，他就修这些头陀恨哦，以这些修行来令正法久住一世，就是发那种菩提心也有可能，所以有很多种，他知道怎么样护正法。他不忍正法灭，所以他发菩提心，要修种种恨门来令正法久住一世。他会发菩提心，修功德持戒律，自己修得很清净，令正法久住一世，自己也在转法轮，这是一定的啦。所以这个是发菩提心的一个因缘。再来我们这读，如是信心成就得发心者，入正定聚，毕竟不退，名著如来种中正因相应。像这样子呢，信心成就而能够发心的人，我再 repeat 一下，让你们永远记得。信心成就的人，首先是遇到什么善知识？不定聚的善知识，还没有断烦恼的善知识，教他佛法，熏修这个什么呢？善根哈，然后呢，有善根的力量，他就开始相信因果报应的事情，所以他不敢再造恶，他会修十善了。懂得修十善呢，进一步了解轮回是很苦，修十善也不过升天，我要出轮回，因此我一定要成佛，就发心要成佛。然后因为想成佛，就会遇到佛了啊，将来世他就遇到很多尊佛，亲自可以跟供养佛、服务佛，然后呢，在佛身边修信心，经过一万劫之后，信心就成就，成就了就可以发菩提心。那时候要发菩提心，有三个 method 会发，第一就是诸佛菩萨教他的，第二是自己有大悲心发菩提心，第三是因为呢刚好遇到正法要灭，不忍正法灭，不忍圣教衰，我要护法。所以我发菩提心，我自己发菩提心，没有人教我，我自己要护正法，所以我发菩提心，就是这三种。好，他说这样子的人呢，信心成就发了菩提心的人，他已经就可以开始进入什么 position 呢？正定聚，这样子的修行人已经是可以说不会再退了。
不定，我们是不定聚，不定聚的人就是信心还没有完全成就，所以有时候遇到大考验他就会还俗，或者就不学佛，或者是就离开那个境界，讲自己做治疗汉，自己修就好。总之这个就是属于说不定聚的学佛修行人，那但是如果信心成就了而发菩提心的人，像按照这个修行法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就入正定聚，毕竟不退，永远不会退了。这个时候他住的境界叫做如来种种正因相应，他能够呢就是住在如来的种，如来种就是等于说 you can dwell in the Buddha's retinue, Buddha's race,如来的种族啦，如来的种族，你可以住在如来种族的正因，你要变成佛的眷属，佛 的长子啊、次子啊等等，佛的内子外子啊，你要成为佛的弟子，真正的弟子的话，你要有这个跟如来种的正因相应才可以。成佛的正因要跟成佛的正因相应，跟如来种的正因相应，真正的 proper cause of the Buddha's race. So at that point you enter the fixed nature, that means you never retreat, never retreat already. Then you are dwelling on the proper cause of the thus come one's race. Your activity, your mouth, body and mindWhatever you do, a cough with the proper cause of the thus come one's race. So you never retreat. 那时候你已经是住在如来种的正因，跟正因相应，可是还不是算如来种，只是说好像 OK, 你要 qualify 变成佛的儿子的话，要种一个正确的因，就可以将来变成佛的儿子，对吗？佛的真正的弟子啦。那所以现在这个地步呢，已经种了可以让自己将来可以成为佛的种性，就是以后将来可以佛成为佛的眷属，甚至于可以成佛，已经种了成佛的正因，也可以这么说 already plant the seed of become Buddha, proper cause to become Buddha. 所以我们虽然说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只要你念南无佛你将来一定会成佛，可是那是还不定，到底哪一个大劫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注定你一定会成佛呢？就是你到了信心成就发菩提心之后，你这个人就中了成佛的正因，那个才是真正决定不退的，一直修，一路修，修到成佛了。像我们这样就是进进退退，清楚吗？还有继续看这一段，若有众生善根为少，久远以来烦恼深厚，虽执于佛亦得供养，燃起人天种子，或起二乘种子，设有求大乘者，根则不定，若进若退。现在在讲那些有问题的人，没有办法种到这个如来种的正因，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信心成就而发菩提心的人啊，他们的 problem 是这样，他说有一些众生，善根很少，为少，因为久远以来一直轮回，已经累积了很多的烦恼，烦恼很深很厚，他知道自己的烦恼是不对的，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还是跟着贪爱跑，跟着嗔恨跑，没有知道嗔火烧功德林，还是控制不了自己，自己的嗔习很强，自己的贪欲很重，这样子的人呢，善根少，久远烦恼深厚，这样子的人可是也有可能有因缘，他可以遇到佛，也可以供养佛。像这样子的人呢，在因为他自己的善根不够嘛，微少，虽然有机会呢 make offering to the Buddha personally, 不是像我们这样子在佛前供佛，是真正遇到佛出现一事，你供他，你供佛，布施佛，什么什么食物，还是供养佛什么食物等等，虽然你有这个做这个事情，可是因为善根比较少，烦恼又很重了，那佛帮助你也是不能够令你呢起很大的改变，最多就是令你呢起人天种子，你因为你供养了佛之后，你本人是一个很会造恶的人，因为烦恼很深厚，可是你那天你供了佛之后，供养佛之后呢，你从此之后呢，你就不会就不做屠夫了啦，
就不再去造业了，你就会开始修十善啊，十五戒，就种人天种子。那时候你就改变你的人生，你就吃素啊，好，你就行善。可是那时候你是喜欢做善，不喜欢造恶，可是你那时候还没有心要成佛，佛影响到你这个程度罢了，让你种人天种子，这是你个人的问题，不是佛的问题啊。再来，或者你会起什么二乘种子，哇，一供养佛之后哦，因为善根比较深厚，结果你就发心发出离心，我要出家，我要修道。那时候你遇到的，因为你程度不够深，善根不够深厚，你遇到的是小乘的法，你就会修小乘法，你就做习学小乘的法师，然后你会证，将来你会证阿罗汉果这样子啦，或者辟支佛，明白吗？啊，所以佛度你，度到你修二乘，是你的程度的问题。还有，也有些人因为遇到了佛，供养了佛之后呢，他或许假设他就想我要求大乘，我一定要修大乘法，因为遇到佛供佛，哇，佛这么像好庄严这么好，我要像佛这样庄严，我要像佛一样神通妙用不可思议。所以我要修大乘。可是因为你善根微少，烦恼还很重，所以你虽然想求大乘，你的根还不够定，你的根性定心定不下来，所以有时会精进，有时会退步。就像有些年纪太轻的人哦，学佛一时冲动的，我要出家，我要出家哦，小小就去出家，可是根则不定。所以呢，有的呢就可以，也许就这样七岁出家，一直到老死，也有这样子的高僧，对吗？但是也有的呢，六七岁出了家，到了十多岁就还俗去了，啊，这个就是这样这一类的人，他就是求大乘，可是根不定，所以若进若退，没有一定。时间到了，我们接下来的等明晚再解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